这边折完之后，再另外一边再折一次。这里面要折这样，两边都要折这样。然后折这样子。然后上面这里要走，这边也要走，这样子，然后再从这里中间对折。看到吗？这边也是，中间折起来，压起来，两边都变这样子，然后再从这里折下去。这比例不太好，不过它应该蛮会飞的，往上折或往下折都可以。往上折一下。